现在我们在 Tesco 外面，今天我们来到 Tesco， 我们就要试试在网络上一直推荐的 Tesco 好吃的零食。等下不好吃哦，我告诉你。Tesco 没有说是。如果 Tesco 的负责人看到这支影片，联络我们，我那个影片直接下架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豆豆豆牛，欢迎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卓。阿卓，阿卓，阿卓，阿卓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在 Tesco 外面。首先你们看标题、看封面就知道，今天我们来试试这个 Tesco。完全没有默契。今天我们来到 Tesco， 我们就要试试在网络上一直推荐的 Tesco 好吃的零食。它是好像全部都是 Tesco 这个公司出厂的，就是平时你看我们薯片不是很多牌子哦，它是我们今天要去找的，就是好像 Tesco 出厂的薯片， Tesco 出厂的什么饼干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试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他们讲的这样好吃，然后我就买啊，就回去跟老大玲玲和阿豆就一起吃看。哎，如果真的是很好吃过那些真正薯片公司出的哦，没有，等下不好吃哦，我告诉你。讲啊 ，Tesco， 咦 ，Tesco 没有说是。如果 Tesco 的负责人看到这支影片，请联络我。没，联络我们，然后你给我钱，我拍一支好不好？啊，他那个就算了，我那个影片再下架，我再下，我再下，再下，重新拍一个，重新拍一个。明明上一集我们讲就是中间的这边，哇，我老错了，直接老天的薯片 ，Tesco 被够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再去捡零食 ，Let's go。OK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然后我们走到第一站呢，就看到这个。Tesco 的薯片，直接拿不用讲，超多人推荐这个 Top One。哦，没有 ，Top One 是这个辣的，所以我们直接拿这个，这个口味一个，这个口味一个，就拿两个重口味一点的、啊。OK， 现在我们走到来这个咖啡区这里哦，我才发现到哦，原来 Tesco 它有出超多东西，你看，就有 Coffee 哦，然后那边也有咖啡粉的，你看那边，对，它有自己磨那种咖啡粉啊、咖啡豆啊，超多东西。然后我们一路走过来哦，还有牛奶 ，Yes， 牛奶在这里。这个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所以我们就拿两个。我们要拿就拿那种没有给人家压过了，那种美美的，拿那种美美的。后面的。拿后面。想要吃哦，他们就直接跑过来一起吃啊，买很多零食的。对，就是讲到自己要肥啦，我们一起下去。是啊，讲到现在挑战增肥。Yes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人吃一片哦，那个量，我们肥的那个程度啊，300就等于你吃这里整包全部。是啊，没有不止吃完整个 supermarket， 整个 market， 整个地球 market， 整个宇宙。那个没有，那个顶个。你还开始开那薯片的时候啊，我们这里肥，我开始开了，没有你离开啊，你放在这里这样子。哇，我打量什么空气？今天我们就是买了 Tesco 的一些大家在网络上面推荐一定去 Tesco 要买的一些零食，我们 Tesco 出的 Tesco 公司出的，每次去 Tesco 都有点略过这样，不是你每次看 Tesco 做的，哎呀，不要买这个，是不是现在终于有机会尝试了，但是让我有点怀疑，就是 Tesco 业配不是，但是我没有犹豫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，先直接试试我们的第一样啊。OK， 我们当然不会把那个食物这样就摆出来，要拿下变出来嘛，是不是？真的。OK， 你要打克啦！一二三。OK， 所以今天我们就买了什么？我们买了牛奶、薯片、饼干、软糖，还有 chocolate， 还有这个 Coco Crunch 这样子的。这是哈尼斯塔，这是蜂蜜星星。
OK，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吃的是这个哈利斯塔，哈利斯塔后爷，哇，你等一下我会飞吗？哇，很香的，很香的，哎，它很大嘞，哎，先休息，嗯，啊，没有，但是它的味道哦是十足甜甜，很甜甜哦，很甜甜香香，那我吃，十足啊，好喝啊喝，它的香味比哈利斯塔重，哇，对。值得购买的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购买的。就是我建议，可能你想要买给你孩子吃的，你就想省钱，太贵了嘛，你知道？真的可以买这个，买这个，不要帮他，不要打广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没有啊，没有买啊，已经太迟了。我们是两个是干的，我们来配牛奶，配牛奶，配牛奶，不一样。OK， 耶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配这个 full cream milk。哇，这个肥哦， full milk。这个也是网络上飞速很多人推荐讲一定要买的，就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好喝。你们在飞速看到吗？有有，最简单，你看到要咬一下。可是我 Facebook 最近看到的只是求婚的东西吧？哦，剪了剪了，又不是你剪，你剪。可是我 Facebook 最近看到的只是求婚的东西吧？求婚的东西吧？求婚求婚求婚。求婚你干嘛？不要打算买，要放哈尼莎。很浓缩的感觉。哇哇，真的很 cream 哦。OK， 我来修一下。在哪里？修一下，不是这样。修一下。啊对。是啊，我小时候喝的奶，真的，其实很好喝，很好喝，还不甜，哎，很好喝，其实真的不错，现在这个，来，阿豆，我说，来，你喝吧，说不可以，我超想念这种牛奶，这个很好喝，哎，这个跟完全就是我小时候常常妈妈泡给我们喝的牛奶，不是这个牛奶，你一定要加哈尼大哥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来来来，倒，来你们再站，来，要来啊，我试啊 ，OK。完美，如果这个放冰的话，完美。如果这个放冰箱 ，Oh my！ 没有放冰箱，没有，没有放冰箱。想回到过去，走马奔腾的时候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我剪进去，要不要我剪进去？可以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开这个，我来看九个的。巧克力，我很期待一下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嘞。巧克力啊，这会不会浓啊？看，巧克力，哇，好浓啊！不过很像小，很像小学的时候拍的，买了，很像，是不是？买了完了，哦，很像小学的时候拍的巧克力。每次好像没有什么活动，我就那个买了啊，买了，它冷冷喝，干爽。然后发现到我们开始吃其他零食也是这个冰箱，这个。这个饼干要放，全部掉，这放在冰箱拿出来就好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吃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很多人推荐的薯片，这种感觉老师，哎，我现在想要吃这个，这肯定很辣哎。来，哇，有没有做寂寞你？哎，你这就上旁边撕就可以了吗？不要！啊，哎，这样子撕到这样大个，等一下就很难封，压就会吃完了。会辣吗？不会辣。这个正常超多啊！如果要买，它是看价钱，如果便宜的话可以买。对，其他薯片我觉得太咸了，这个刚刚好。啊，哎，它有一点咖喱粉的味道的东西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味道非常非常特别。但是如果它是便宜的话，就算是在便宜里面很好吃。Normal range。OK， 那个薯片，哎，这个粉红色的哦。是吗？哦，是来大家，这个我们是第二个，这个是tomato口味的。耶，看一下会不会有一点特别。正常发挥，很是 OK。OK， 不难吃。它怎么都会很香。我喜欢吃这种有点酸酸的。这两个薯片呢，我都觉得我自己本身觉得有一点点咸，是啊，有一点点觉得。我不觉得。有一点点小咸，因为它每次是重口味，所以我不觉得。但是哈，它是正常发挥，就是它味道特别咸，也味道特别不咸。加一个，这个没有。这个很多人推荐这个。OK， 牛奶巧克力，看里面是这样子的，一个里面看。哦。巧克力，然后里面是饼干。嗯，对。本来我不错，巧克力。吃巧克力不错。如果喜欢吃巧克力的人，可以买这个给他吃。它巧克力味道蛮浓郁的。它的巧克力味道哦，不是那种好像我们平时买的巧克力的味道，它是对，很难形容哎。没有形容啊，就是它的甜度比它巧克力味还重。是这样讲啊？是。它的甜度比它的巧克力味还多。OK， 下一个是这个叫做 Murugu， 这个是我很喜欢吃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印度饼啊？印度饼。
来快点！来干嘛？印度哎！哎，金讲这个哦，吃了你会讲印度话。真的真的，来大家一起吃先啦！哎，我真的会讲印度话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吃先。来来来。嗯。也那不得难。我你干的，我你妈的啥的？那是真的多。我要讲一句，傻逼啊！喂，吃饱了吗？你这么念你傻逼、啊？喂，傻逼啊！傻逼啊！我又每天来个耳打，傻逼啊！傻逼啊！傻逼啊！这是辣。OK， 这个我知道，我们是觉得跟他拉一样，就是我觉得是不够咸，但是有点辣。如果它的咸度可以拉高一点点，然后辣度降低一点，完美。哎，可是我喜欢这样，我觉得平时我吃的辣太咸了，然后不够辣，这个就少一点咸，就多一点辣，刚刚好。你可以抓去打一下吧。哎，这个人辣，不过那个什么，超级 spicy 哦。这个表了，这个还好点，真的。你的这种饼要怎样好吃嘛？就是你吃下去，你盖住嘴巴哦，你会一直不知不觉会想要再拿多一点的。可是这个就还好，这个辣味太足了。OK OK， 我们现在要吃的这个哦，是看起来很好吃啊，我觉得。Peanut cookie， 因为我发现 Desco 很少做这种饼干类的。其实他做很多种类的东西，只是因为我们买零食回来罢了。他做超多东西，有油啊，有香精粉，有调味料，有香料，干粮什么的。厕所啊那些。如果这影片播以前刚才我就在做的一集就是不是不是不是哦，如果这一集影片之后有 Tesco 找我们要什么什么的话，我就一定拍多很多集。你们的日常用品啊，全部都可以啊，我们可以全部实测给你们看。你 sponsor 我们一笔钱，我们拿这笔钱去你们 Tesco 那边买一大堆日常品，然后捐给他们家。哦，对，可以可以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它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来我们试看鸡了。鸡脖，鸡肋，鸡脖，干净不会酸。这，鸡肋，鸡脖，干净。哎，老师，这个是我目前收发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。我是中第一名，要不然不容易讲。而且它的花生的味道也是很香，就很足的花香。你要特别记住它是第一名啊，因为其他去外面买到这个应该是 Desco 自己做的。OK， 它的味道是哦，吃下去哦有甜味，有香味，也有那种脆脆饼干的味道。而且你要去是真正脆脆的，不是那种黏黏，有一些 cookie 是很黏的。有很多片哦，里面有哇很多片的。多。因为它黏很多花生，就是整粒整粒的花生在上面，所以你咬的时候真的会有很香的花生味，十足花香味。里面有十片总共，所以哇，这个我会推荐这个。这次觉得可以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吃的这个下一个饼干哦，是通常我们在家都会点麦乐老婆。麦乐老婆，是我每次哦麦乐没有放糖，就是空空的麦乐，看我要，然后我就点有糖的饼干来去点，它就有甜味，懂吗？对，耶。哇。这个很多偏向，这个里面是这样子。Okay， 我先讲啊，吃这个饼哦，最重要就是要带它的甜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想再唱了。喜乐喜波，跟金龟说。所以看我在哪边，就是这边。你们评价了，我不要评价先。我看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感觉？不懂是不是这一包的关系吧？好看，有点漏风的感觉。OK， 我记得评价还不是漏风，可能是这样子的。OK， 然后哦，它不够香。它那个饼干不够香，只是它很多糖，它不够脆，我觉得。嗯，不够脆。它不够脆就是没有，我每次一点要买到一点一下拿上来，这次有啪这样子，感觉有点烧那个感觉。我这边呢，我不知道是我不是打它刚好放到那个麦片给我啦，是没有什么糖的，我不懂，所以我吃下去不够甜，没有很脆。然后有一个东西想讲，就是刚刚有人在发言的时候，他好像在玩狼人杀在玩，他在玩狼人杀，他发言的时候要一直点。我觉得刚刚打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打了，应该是打了。你没有看九零讲完了，他有讲过。过，我觉得 OK， 好，不行，过。这个我就觉得还好，你那种印度人，然后在外面把棒来卖的这个糖果饼哦，比较好吃。OK， 对，这样子你们就自己大概明白啊。OK， 它不会很重口味，所以如果你们来配梅肉，又是另外一种了。对啊，跟它适合配梅肉。我们这样子单吃。当然是啊 ，OK， 现在我们要吃的下一个是这个啊，软糖啊，这个不看到吗？它没有酸哎。OK， 一二三，可以了。我刚刚酸。
哎，这个糖我吃了，我自己是觉得，因为我会喜欢吃，我蛮喜欢吃软糖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太多味道了。嗯，一吃过太多味道，尝一小粉了咯。它不是难吃的软糖啊，不是难吃，只是我不喜欢吃吧。嗯，我昨天吃完了。OK， 它的味道就像刚刚讲，就是超级多味道，然后有酸的，有甜的，有咸的，我整个就感觉我整个很复杂。OK， 不推荐有年龄的人买啊，好像不中。来了，最后一个。Yeah, OK， 我想把拿去结冰哦。这个巧克力，我们没有放冰箱。哎呀 ，fruit and nut。OK， 里面是这样子啊。软的怎么办？我们用发就好了。用发。我的生日又是巧克力。我一心。哎，我有没？我一心人都。我一小粒都没有。你这要看运气，你不要随意。看就是随。好了，做整粒做完。整粒是个，可是我比较希望你们吃到那个夏威夷，你们就知道几好吃啊。其实我刚刚吃了一点点它的那个豆吧，我就觉得好吃了。真的很爱吃巧克力的女生哦。我觉得喜欢吃巧克力的人一定会喜欢吃这个。点来放冰箱都是。OK， 所以这个算是好评啊。我觉得单单以巧克力来讲都是不错吃，都是不错。可是就这样子给我吃，我会觉得是外国啦。如果你没有给我看是 Tesco 做的，我会想觉得是外国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选 MVP 的时候了。Yeah, MVP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好吃，是啊，最好吃，冠军。OK， 好了，一二三，花生饼。这个真的好吃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是啊，如果你给我选它差一滴哦，你们选什么？第二个，我是觉得那个巧克力，不是哈尼斯，我觉得哈尼斯。哦，你觉得哈尼斯？哎，不一样啊，我是哈尼斯，可是我又有多一个哎，哪一个？那个薯片，这三个。我跟你讲，它的豆梅豆薯片的豆梅豆味，那个酸的味道不够外面其他有一些牌子的酸。它的其他有一些牌子的更好。我懂更好，可是它在 Tesco 的里面来讲，它值得买。啊，是啦，在这一区里面对。所以 MVP 是这个花子饼干，这个第一名没有人讲。第二名我们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哈尼莎第二名。我竟然觉得是刚才的那个巧克力耶。哦、那个里面有辣的，哎，这我们有不同的，这个他觉得是这个，这个巧克力，有四名啊，总共最推荐的四名就是花生饼干，然后哈尼斯，最后一个巧克力，还有多一个是多玛豆的多玛豆薯片。可是我觉得最值得购买的是哈尼斯，最值得的，因为很便宜，很香，真的很香哎。真的香 ，OK，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试试。然后，如果你们那些有专门卖零食的公司，你们想要我们帮你们试试看你们的零食哦，然后给你们一点就是评论这样的话，开箱可以 email 我们，因为有一些他们是专门进口中国的所有的东西，哇，可以讲我们有些是韩国的，有些是日本的，中国的那些辣条那些。嘿嘿，不爱。我们帮你们开箱试吃，真的，直接吃起来。来联络我们，来联络我们，商家来，耶。中国菜，或者是你们观众想要看我们还有就是吃什么东西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啦。OK，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让整个频道先收藏，准备跳出来给你们知道哦。OK， 记得订阅阿阔、达达、玲玲的频道，耶。谢谢打边钱的 ，OK， 我们下次见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衣服，快点去买，因为要截止了 ，OK。谢谢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